信仰都全信仰。几斤几文？几斤几文？十文，十文，十文几文？不是，只有聊天就好了，不一定时间说话嘛。但是你先嘛，但是你得多问问题才能那个。对啊，骗别人的话呀。对啊，我要问什么问题？怎么叫骗别人话？什么？就是骗别人说出自己卡上的话。其实已经开始聊天了。哦，不可以说是自己卡上话。对，你因为你不知道你卡是什么。有一点担心。啊，是这样玩的吗？你先提问，先从。对，走，你先提问还是他先提问？我提问啥呢？好，走，好，走。自己看吧，自己看吧，看看吧。哎呀。看到了，现在结束了呀，这轮啊，这轮啊啊啊，那我看到了，他看到了，那我提啊，算了，我们重新推了吧。好。本来这个我觉得多半这太难了，他这一把多半没问题了。咱们需要选一个最佳胜者吗？但是有一个问题，那其他三个人都要受惩罚吗？不用啊，不用啊，不用吧。那谁受惩罚、啊？要受惩罚，输了赢的那个也受惩罚吗？我懵了，你完了，但是我觉得贼难，很，我觉得大家都你觉得 这把是能赢？站下这个，站下你能赢吗？你不能不说话。站下说，站下这个很容易触发吗？啥？我觉得各位的都不是很容易触发。你觉得你自己？从这位朋友的眼神中看出我的有点容易触发。也、我感觉我容易触发的。你那个基本上不可能触发，基本不可能。聊聊天吧，聊聊天，正常聊聊天。好谨慎啊，大家。好不重，好不重，好不重，好不初次见面，初次见面时那份谨慎又回来了，有点。你好，你好。你好，老师，你好。聊聊天，很想念我们刚见面时。一般刚见面时候大家都很客气，对不对？对。难道是不对的呢？哈哈哈哈哈！我们不能比手势，不能比手势，好了，我们要讲话。讲话了，对。对，是不是？是不是吗？谨慎可以，但是不说话。不是，不是吗？不是吗？不是。确定了？否定了？否定了？真的不是。否定了哈！哎呀，那是。啊，就那否定了。不是，下回见。哈哈哈哈哈！真的是不好。不可能，上面写的不能笑吧？那不可能。咋办啊？咋办啊？有点难，其他的都挺难的问题。啊，你觉得你聪明还是梁生聪明？不知道，不知道可还行，不知道可还行，不知道那就是你。但我觉得你们一个月谈起来应该蛮厉害的，就是能一下就变了。不知道，又不知道。在下已经知道在下不能干嘛了。你说嘛，不能干嘛？不是说又没事。你要说的话就换牌。你要是说出来很准确的话，我们仨直接就输。啊，对，也可以。我们仨直接输。我不能夸自己。你眼睛太大了，你就是反光。怪又说这能怪我？谁厉害？又是说你吉他弹的挺好吧？我说嗯，挺好，那不就上套了吗？我是个啥？输了，输了，输了。为啥呢？说明说明星里，我说张云奇算吗？算吧，勉强算半个，算一半，算一半。那你就说两个。选拔吧，选拔吧，你们三个都是难说的。石头剪刀布，我们选一个。好吧，选一个吧，选一个吧。来吧，石头剪刀布。哎呀！为什么？讲一件关于父母的趣事，趣一趣，有趣的事情。回去挨揍了。哦，当时就是我妈在怀我弟弟的时候，就是反应跟怀我的时候完全不一样。就我呢，我妈就什么都可以吃，然后吃的又特别胖。然后我弟呢，就吃什么都吐，然后就吃就是那种烫青水烫青菜这样子。然后我爸说没事，这肯定是女儿。就是要是生了女儿，就去买一辆新车，车都看好了，然后生出来是我弟。感觉你弟听了应该很难过。但是这有问题吗？这个我突然发现这个牌竟然叫害你在心口难看。啊！我身体还是换一张。我看，这个、我们一致决定换就换。啊，这个真的没法，这把说明这个男朋友，这个直接赢了，这个直接。我觉得这个牌应该大家揣在兜里，然后今天一天都不能出街。哦，我不能看。他那个还行，勉勉强强。我觉得你那个还是要换。
你就不是个这种人。谢谢啊。可以吧？好。OK 吗？你觉得呢？啊、我觉得这个换一个。不用换。又换。他这个挺经典的。我觉得你换一个。我觉得他这个挺简单的。那这样我们打个赌吧，好不好？怎么又打赌？我们打个赌。不能不讲话。打不打？打吧，赌在那儿呢。哎，有点道理。对吧？打不打？在那儿呢。要不咱们换个游戏怎么样？你不要换游戏，你打不打赌？不，我不能接受你的引导。好了，拜拜，拜拜。你一也快完了，我跟你讲，是吗 ？One, two, three, four, five, six, seven, eight。你们刚才像小学生动画片，你觉不觉得小宅多半要输？我不可能。我觉得小宅比楠楠先输。不知道。快点了，我还没看我电影呢，我快回看电影。你看什么电影？开始害怕了，不敢说了。看，你现在在看什么电影？我不是在看你的电影。我什么电影？哦，你电影还没上。看什么电影？那你最近在看什么？我以为小德拍电影。看你，吓我一跳。你就看什么电影了？我就天天在看你，我天天微博上就指着你。看不腻吗？腻不腻不重要。你也太谨慎了吧你。这，你给他换一张吧。不用啊。怎么都玩到这儿了？你得给我换一张。玩到这儿，给你换一张吧。你这个确实不太好说。你透过光看吗，翟潇闻？适合呀，适合。对。这怎么聊呢？是聊更难的。张老师，你能在旁边，还是给一点就是话题？要不是我一个人就成了吗？好。哎，好好 ，OK。蛮好的。好，哎啊，下播，哎呀，叫你要拖我下水，下播了，叫你要拖我下水，我也拖了一个，哦，那你会举吗？我俩已经确实是没了，我觉得，我想想，哦，那你会举国语，就只要能说的，方言也算，方言算吗？嗯。方言算，老家那我还会鸟语，鸟语花香。我只说汉语。你只会说汉语？对，我只会汉语。那你 fans club 那个是个什么东西？真的是，是吧 ？fans club 的 ID。那你 fans club 那个，这什么东西啊 ？ID。那个什么 black 是什么？什么意思？那个什么 black？ 哎呦，不赖。说英文，是不是？完了，周震南直接完了。你太明显了，你这个。你知道我刚刚在想的什么吗？我刚刚在想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不是。那我真急了 ，RYC。可以，跟他抢先。你看那个什么什么？那我们三个都啊！我是说电影名啊。对。对，陷害你那个玩家深情的说：“我原谅你了，人孰能无过？”啊？什么什么？我们仨都要惩罚吗？还是我们仨女？你们仨都要惩罚。上一把是什么？上一把是选一个。你凭什么？来，石头剪刀布。石头剪刀布。哎呦，为什么？不是，游戏黑洞，游戏。石头王。刚什么拍什么特别痛苦的表情？刚才是讲父母的一件趣事，然后现在讲过了。当时那个拍的痛苦的，他到时候会发丑的痛苦的表情到绿洲，真的是，就是丑的，就是丑的，痛的很帅呢，痛的很帅，心痛，帅心痛，你是做多，心痛，开始漏了，漏了，来再来，再来，完蛋你吗？上头了，输钱，那完了，没钱算不算也输钱？算，那也算。看手机，这哇，这个做不到。这个今天我得，这个今天发给工作人员。这个不是抽到牌的一瞬间，这个就输了吗？转头。对啊，这个太可怕。